原标题：朱元璋一掌，此人竟被吓晕。醒过来后，没料到是大好事。宋濂魏源莫名出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被誉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文臣之首。江西新干人邓伯言以擅长诗歌闻名乡里，以此宋濂看见他的《游玉似山诗》，对其中一句“洞天明月一双鹤，涧水碧桃千树花”十分欣赏，又获知他很有才干，也是在明太祖面前举荐他入朝做官。邓伯言来到金陵后，按照惯例参加廷试，考场十分严肃庄严，更为甚者，皇上朱元璋亲临考场监视，并将亲自评定高低。考试发下的题目是以《中山小函》为内容作诗一首，考生们把诗写好后，朱元璋一一过目。当读到邓伯言写的《整足历四集》《中山盘翼龙》时，朱元璋觉得既写出了中山的地貌，又歌颂了他在南京称帝的壮举，非常高兴。兴奋之余，不由得啪重重在桌案上拍了一下，然后大声吟诵。皇帝拍着尾巴，掌不当紧，却把俯伏地上的诗人邓伯言吓呆了。邓伯言在老家时就听到许多关于这位洪武皇帝威严无比的往事，现在皇帝拍桌子，他以为是自己出言不逊，闯下了大祸。朱元璋一掌之威，竟吓得他昏倒地下，直到侍卫将他抬出东华门，他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二天便接到通知，到翰林院去上班做官，返回搜捕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